老铁们，我来休闲按摩来了啊，约了个大哥，他还没来呢，我先吃点啥，老盖了。哎呀，冷面，馄饨，是我的表表劳力士，哈哈哈。一会儿这个大哥来了，改变他的思想，让他买比亚迪，迪迪迪迪迪呀。我告诉你啊，很多人对国产车、对中国制造、对比亚迪就差一个了解，了解完对比完，瞬间就觉得自己太无知了。原来那些奔驰、宝马、保时捷、路虎、乱七八糟那些合资进口车，真的全是垃圾，真的不如国产车啊！这不是吹牛，就差一个了解。了解完，马上就站起来，马上膝盖就硬了，软骨病就好了，听懂没？啊，如果还那样事儿的，如果了解完了还认为比亚迪不好，还认为国产车不好，还认为国产新能源车不好的，根本就不是中国人，听明白没？这个坏蛋怎么办？必须干掉他们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吃饭了。